2022瑶池金母大天尊圣诞，国历8月14日晚上7点添补财库，将下半年所需财库添足补满，晚上9点迎神接驾，共祝无极瑶池金母大天尊圣寿无疆。国历8月16日孝道报恩达度法会，晚上7点造桥过线，男人渡关添百福，女人过线保平安。国历8月17日晚上7点解冤释结，铜钱落水求忏悔，累世冤亲解恶业。国历8月18日中午12点半上法下葬大和尚开示，两点联合普渡，超拔历代祖先，累世冤亲债主，未出世无缘子女，婴灵宠物灵地基主等，欢迎个人家庭或公司行号报名参加母娘慈悲。